热热声音，那我们接下来像我们跑跑姜饼人，好不好？那最近基本上的话呢，因为前几天我们都在 FF 会场嘛，那这边的话感谢大家，就是有到现场支持哲平还有哲子跟蜜露跟贝塔的人哦，感谢大家这样的支持了。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之后的话还是会持续就是努力的来就是推广哲子这个 IP， 然后持续做他的一些商品啊，或是漫画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他的话，我都可以追踪一下我们就是海月哲的粉丝专页，或者在我们 FF 的时候呢，都来找哲平，然后来找哲子这样子的感觉了，好不好？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到现场啦，真的是万分的感谢哦。那也希望大家是也可以慢慢的喜欢上哲子啦，因为我觉得哲子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还算是做的还不错哦，因为我们这是花了蛮多的心思跟金钱的啦，好不好？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是真心，有发现他的一些美好，然后就是来支持他这样感觉咯。好，那我们今天的线上就是玩我们的饼干啦。那目前来说的话呢，试一下这边已经把这个布丁杯子饼干这边的第一幕啊，已经跑到了这个30的这个欢呼声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玩一下这个甜菜饼干的这个无限射击场，来看一下甜菜饼干的无限射击场里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今晚线上都一直在期待就是姜饼人王国的新饼干啦，不过他就一直都还没有就是更新改版，你知道吗？所以就还没办法抽，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是非常期待那个就是姜饼人王国的饼干喽。那我们进去先来玩一下我们这个甜菜饼干的无限射击啦，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玩什么东西的哦。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这个甜菜饼干的话，基本上等级是比我们前一个的那个溜冰鞋那个饼干还要再高等一点点，所以应该拿到分数应该也会比较高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要怎么射哦。上层倒了没关系，再搭一次就好了。好，就感觉哦，你要跳起来，然后直接射箭这样子哦。这还蛮有趣的，说真的哦。原来还有这种的，是不是？那真的要瞄准好一点点哎。哇，这好难哦。啊，哎呦，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哇，他大招是这样子是吗？哦，他这次大招真的，哇，完了。他大招真的这样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居然是这样子射击的吗？我觉得真的我还蛮喜欢这一支的，因为他的大招比较特别一点点。那我们就是专心来射箭池应该就 OK 了，所以但是时间之内的话就要赶快射击掉这个东西就对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应该 OK 吧？三箭一支，三箭二三，嘿，完了，真的也是蛮难的，而且说真的就，因为你刚从那个就是大招里面出来，你就会很混乱，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跳这个东西，哈。但是真的蛮好玩的，咦，然后，嘿，中跳跳，射击，射，好，嘿，感觉跳到一个位置的话，可以做一波连射的感觉。哦，他应该是用那个吧，就是你可以跳很高的那个鞋子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到处一直射击。那基本上好像收集差不多11把箭矢吧，还是10把箭矢，你就可以那个就是来做一波那个跳跃的这个攻击这样子哦。就是你要收集啊，就像是我们送爆筒那样子，你必须要收集到就是那个一定数量的箭矢啊，才可以就是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哦。哦，跳，哇，有点难。偏难啊，好，吃起来，然后这边跳起来再吃，哎呦完了，差一点哦。这边感觉要拿一个高分也是蛮难的，真的是很容易被这个就是大招再加上就是现实生活影响，知道吗？就很像进到梦境马上出来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完全就是那个，因为你在做梦的时候啊，你就想说你是不会死掉的嘛，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那个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无法那个转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今天如果去就是外面，可能我在梦中里面骑车嘛，因为骑车我就可以骑很快，然后都不会就是出什么事情。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有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举动，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骑车，我也想说，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然后我就超级不怕的，超级危险。好，我们再打一次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都有失误啦，所以这个甜菜根的这个话还蛮有趣的，就是这样射击这个就好了。那这饼干是之前的大招就是这样子吗？还是就是这一次更新改版才这样？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以前没玩过甜菜根的这个饼干啊。那甜菜根饼干算是新饼干还是旧饼干？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哦，好不好？感觉射这个黄金的应该会比较高分这样子，这还蛮有趣的，就感觉好像真的你是在那个马戏团里面参加表演的一个人员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必须要就是用这些东西来那个，用这些东西来就是那个加分这样子啊、然后表演给观众看这样子，咻咻咻，好，咻咻咻咻，
感觉我可以就是快速的这样射击耶，反正也没差嘛，对不对？他应该也不会说我们怎么样嘛，我就一直乱射好了。箭矢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我以前都是害怕，就是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在送爆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捡五个豹子嘛，对不对？然后我害怕就是我丢完那五个豹子，我就没豹子了。那目前来说，箭矢的话好像是可以拿11个吧？你看，可是我们这样一直乱射，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应该是 OK 的，我们就当快速的这样射过去，好不好？反正是你要快速的一直射击，才会比较容易拿到就是更多的那个分数的那个机会这样子。黄色一定要先射 ，OK 哦。感觉我们这样的话，好像比刚刚还要拿到更高分喽，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算，那就是那个命中率很低的话会不会扣分之类的。如果命中率很低的话就完蛋了，好不好？看一下啊、哦，一二，好，这边3.8，可是鹰眼啊，哟，鹰眼射击有没有这个可以直接就是直接一次就直接把那个、啊、全部都射，真的很难咩、欸？这是怎样？太高了吧？刚那个没有问题吗？刚那套太高了吧？哇，我天，刚那个高到一个夸张哎，啊完了。又撞到了，哦，救命啊！救命啊！刚刚那个太高了，可以，射击，它有些比较麻烦，就是你必须一定要那个，哎，很麻烦，蛮麻烦的，哇！但是这个模式真的也是蛮好玩的啦，然后你就是要把这边东西累积起来的话，你基本上这边就是到达一个150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就可以就是拿到更多的奖励。那前面这边的话，第二幕的这边的神奇马戏团的话是6天之后才会开启哦，这个的话我们就到时候再来玩给大家看，我们再设一场好了，就是蛮有趣的耶。那么也大家都射到哪里，或是跑到哪里，或是拿到多少分呢？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给你们知道，因为这个饼干不知道是最近刚出的还是新出的啦，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碰过它。那我是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欸，就是你是过来就是表演射击的这样子，哎、欸，可以，我觉得这是慢慢的会射了，感觉最近好像都还蛮多这种弓箭手饼干之类的东西、欸，因为像我们之前玩那个封箭射手也是一个弓箭手，就甜菜根饼干这边也是一个弓箭手啊，这饼干世界也太多弓箭手了吧，超多哎、欸，我的天，就，而且你知道吗？它这最麻烦的就是你的那个板子啊，它是没有，就是在你站着的地方是不会有，就射不到任何东西，你一定要跳起来哦，所以就超麻烦，就超麻烦的，尽可能不要撞东西，尽可能不要撞东西，跳，双跳，对，双跳，吃跳，就。就，可以哦，好，没问题，双跳，就，好，慢慢抓到神射手的感觉了。刚讲完就直接拉叉，哇！这落下来真的是很麻烦哎，哇！快，比手速的收到了，就有没有很会射这个东西的、啊？可以分享给这边一些你们的小技巧哦。我真的是超不会跳这地方的，这地方感觉超麻烦的。哎，可以哦，跳过了，就，哎。太难了吧！这应该可以，就是自己在一个制高点的时候再跳就可以了，对不对？应该是 OK 的 ，OK 没问题。这个模式的话，我觉得真的还蛮可爱的，蛮好玩的。那后面的话，基本上那个神奇马戏团的话，我自己个人也是蛮期待的这样感觉喽。那目前来说，饼干挑战营的话，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锋线射手饼干的挑战营啦，那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该如何去拿一个更高分的一个地方，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你们会用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弄到更高分呢？因为传奇饼干说真的，不是说你想升就可以升哦，这个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好，那基本上我已经就是很努力的把它跑得很好了，但是就还是要看一下，哇，接下来的那个，就是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等级跟那个分数啦，要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红色来了，一、二，好，六，
来，红色的，一、二、三，这蓝色的可以等红色出来再射。好，一、二、三，没错，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慢慢的已经掌握到诀窍了，但是要拿到钻石阶级，感觉好像偏难偏难的，没那么简单呢，偏难的感觉。还可以再等哦，就是这里了，睡睡睡，我们今天吃的很好哦，感觉我们今天不错哦，表现得很好，给自己一个掌声，啪啪啪啪啪，睡睡睡，这次吃的很好哦，一二三，再次，可以可以，坐起来坐起来。一、二、哦，一、二、三，没问题。一、二、三，一、一、二、三，啊我啊！难得一个最有机会的，直接掉进洞里面，那这样分数会很惨哦。Oh my god！ 你们想说这个应该没有机会干什么大事的，看来还是爆开了。一、二、三，哎，它被射到好像会越变越小只，哎，还蛮可爱的，那个红色的。一、二，对啊，它会越变越小只，哎，嘿。一、二、三，可以，可以，可以。拜托，让我拿到黄金一就好了吧？我要求其实没有那么多啦，让我就是能够再升个一阶段就好了，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难得这一次试的这么好，好不好？有机会一阶段吧？可以吧？这个地方我好像没来过，哎呦，这边来过。喂，三，对，你看这个要。边调整边射击，还要边跳，真的是很难呢。不是我在讲真的是蛮有一个难度的。哦，所以这个 bonus time 这加分应该直接到达那个更高位阶了，没有问题。快快快快，位阶吃起来，位阶吃起来！哎呦，绿宝石，绿宝石！哦，碎哦，绿宝石二。哦，然后再补血，哇哦，这是，这是蛮赚的哦。果然升一点等级就有机会了，各位，不用怕，不用怕，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再补星，再补星，星再补起来，可以，雨啦。哦，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射击。是是是，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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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补回来，补起来，还有，别怕，哦，红宝石二了，红宝石二了，再给我个爱心，拜托你，哇，这一次不错哎，这一次真的不错，红宝石三阶，好不好？那我觉得应该要再升个一两等，应该就有机会了，好不好？应该是有机会的，到时候再看一下能不能再去换个几个那个碎片出来。哇，太猛啦！真是太猛啦！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哦，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基本上玩的是我们的马戏团的射箭模式哦。那大家有什么一些射箭的小技巧，都可以在群里面分享给这边知道了，好不好？那么继续玩到这边了，我是全宅见喽，大家拜拜。